歡迎各位回來收看劇場會客室。今天我們的嘉賓是傅月美小姐，美姐。美姐，剛才我們談了很多道和演的樣，其實我知道你在為這個劇壇的耕耘是不止那麼少的，你還有起碼我知道的就是有做戲劇教育，還有是又有幫劇協是幫手這樣，是你跟我們談一下你在這兩方面做了一些有些什麼你是現在在忙著啊這樣。戲劇教育其實就在香港演藝學院，我讀完之後畢了業，不是太久就King Sir 找了我回去幫忙了、現在我也在澳門演藝學院戲劇學校做著藝術指導、其實我覺得戲劇教育 很重要，即其實戲劇起碼講戲劇，戲劇是令到即人會成長的，尤其是對年輕的一輩、無論他們看戲或者參與其中，在個過程裡面一定會有所得著，是令他成長了。而這件事呢也是當年我的老師們對我的影響很深、他們真的盡心盡力教我們，尤其是我們是第一屆、第一班、即是、APA 的第一屆學生、我們當年嗰屆有黃秋生啦、張達明啦、馮偉恆啦、鄭依差啊、陳麗珠啊、陳炳超啊、吳嘉熙啊呢一班，依一個個都喺翻曬劇壇啦，差唔多。係啊，我哋班好嘢啊，好嘢，真係喺翻曬喺度，大部分喺翻曬喺度嚇。咁、而當即係點解我哋呢一班人都可以到而家都仲喺度做緊嘢？當年嘅老師影響我哋一定好深。即當年教我哋嘅King Sir 啦、Mo Sir 啦、張志國老師啦、林立山老師啦，仲有Colin George 啊，對我哋嘅影響深，因為睇到佢哋真係瞓曬身去教我哋。所以嗰一份即係嗰一份心啊，即係要培養年青一代嘅嗰份心。係啦，咁所以係咯，學校叫我翻去教，我又覺得係義無反悔喎，即係要翻去做呢樣嘢。雖然我即係教學經驗都係一邊學一邊做，咁而當年啊 ，King Sir、Mo Sir 都不斷的係即係教我、指點我，即係應該點樣教、點樣教、點樣教咁。咁慢慢就即係都叫做成長咗，都行咗好多年喺呢條路嗰度。咁到後尾2003年我離開APA。咁停咗一年之後，就做咗幫馬劇團嗰個酸酸甜甜，香港地幫咗一年之後，後尾就澳門演藝學院戲學就拉咗我過去幫手、最先就 set up 個編導班嘅，後尾就變咗做咗佢哋嘅藝術指導，幫佢哋導咗幾個戲。咁係咯，就做緊呢樣嘢都好值得做啊！藝術指導係做啲乜嘢？就有關藝術其實咩都做，咩都做，要上堂啦，要教書啦，咁同埋最主要都係同佢哋導戲啦，即係我去到就同幫佢哋導咗幾個大嘅戲啊，超聯十五二十四，咁後尾都參加咗文文戲劇節嘅，有睇到，係啦，咁然後又到咗創奇者啦，到咗正話講嘅上空閃下，另外常規啱啱導完啦，同埋係仲係之夢啊、莎士比亞咁都。做咗啲咁，好有名嘅戲係啦。今年十月都將會十月底將會有佢哋青年劇團嘅成立，咁我都會導寫就係李宇良先生啦。咁係啦，呢啲都係因為我睇到我嘅前輩佢哋真係不斷去做呢一啲嘢。我好記得阿King Sir啱啱喺耶魯讀完翻嚟之後，佢就喺浸會度教書，佢講嘅佢話佢唔會即係擺低教嗰樣嘢，喺教嗰度佢可能亦都係唔單止係揾到樂趣，同埋佢係 keep 住佢嗰個係個使命嘅，其實係好重要嗬。如果唔係，你一定要咁樣承傳落去，係咪一代傳一代咁樣？咁講起劇協，其實都係因為都係喺經常鼓勵啦。咁係咯，到咗咁上下咁啊，嚟幫手咁。咁又唔知點解又俾人哋選咗又去做，咁啊做咗幾年，咁最先做秘書，但係就參與工作最多就係啱啱2007年，即係2006嗰陣時候做華文戲劇節第六屆，就啱啱係中國話劇發展100周年，香港嗰次真係做咗好多嘢，即係成個劇協啦，劇協咧我哋數埋即係個 member 都係得10個、12個，全部都係義務。不單止係攞時間出嚟，有時甚至攞錢出嚟俾你實惠啦。呢啲係啊，因為我哋每次導完戲、做完戲，我哋將啲錢捐翻曬出嚟。哦，係啊，係啊。咁劇協係每年都
有一個希望做到一個演出，咁係去團結香港劇界嘅人，最先成立都係有咁樣嘅宗旨。咁我哋嗰陣時候84年成立，咁嗰陣時候我已經係話劇團啊嘛，咁所以我見證咗呢一件事，咁所以今年都應該係25周年啦，真係快啊！時間就快嚇，咁所以25年嚟，大家都係喺度默默耕耘緊，係有一個完全真係義務性質嘅嘢，都做咗咁多嘢出嚟。譬如你每年都有嗰個戲劇，即係當然即係呢十幾年啦，係有舞台劇獎嚇，咁做嘅嘢你要睇戲咧，你先評到噶嘛嚇。咁亦都有戲劇匯演啦，有講座啦。同埋每年希望有一個演出啦嚇，咁我講話2006年尾嗰陣時候就做嘢做得最多咧，因為我哋唔單止係即係華文戲劇只係兩岸四地嘅演出啦嘛嚇，咁就有好多即係有劇團嚟香港啦，咁而我哋香港戲劇協會亦都同香港歷史博物館係做咗一個係講香港戲劇100年嘅發展。一個展覽喺大澳堂，係啊！嗰次我有去睇到，哇，好犀利啊！嗰個我睇到真係，我可以想象到你抌咗幾多時間心血落去。嗰次我做統籌啊，咁由零開始去搜集資料，去搜集嗰啲文物翻嚟啊，著個去，同埋訪問咗20多個劇界嘅前輩同埋中流砥柱，然後將佢哋寫翻曬啲嘢出嚟，咁出咗電子光碟，咁嗰、那個。那半年真的都幾即出了很多的，我那時見你經常都在話劇團裡經常通宵，我看到是趕因為有 deadline 嘛，是趕到傻了，因為要出那個電子光碟就是這樣通宵到很多晚，但是呢我那個就是很有趣，譬如我因為我都還在澳門教緊嘛，我是日頭回到澳門做事，哎呀，然後晚黑翻翻過嚟睇住嗰嚿嘢，然後就通宵。有時就係晚黑教完書翻翻過嚟通宵做嘢，到第二朝我瞓覺咧就喺船度嘅啫，就係嗰2個鐘頭係可以瞓到嘅。咁但係當你做咗嗰嚿嘢，個個都好，大家都好欣賞嘅時候，你又覺得好開心。特別係搜集咗好多文物咧，真係由1910幾年開始嘅香港同戲劇有關嘅嘢，你揾到出嚟，嘅嗰一個喜悦，係你企翻喺個展覽嗰度嘅時候，你又覺得好開心，好開心。嗰啲文物而家係點樣？而家係即係翻翻去物歸原主。哎呀，真係好可惜㗎，因為我哋仲未有香港嘅戲劇博物館啦。嗰時候我哋都有問歷史博物館收唔收，或者邊度收唔收，但係大家都講話都未有唔夠地方擺嘢，咁所以我覺得好可惜嘅。咁我哋仲要再做一個好即係一大重功夫，就將每件展品送翻去嗰、那個物主嗰度。呢個真係好嘥啊！我覺得好可惜嘅，可能因為即係我唔知啊，即係若干年之後仲可唔可以再揾得翻呢啲文物翻嚟咧？冇錯，即係因為可能自己一手一腳去做呢樣嘢，特別覺得珍貴同埋係咯，即係唔擺喺博物館度，真係有啲可惜。係啊，我真係好希望香港可以有一個戲劇博物館。係啦，希望。美姐，你努力啊！你要一齊，我一定啊！我哋其實最近都有傾緊呢樣嘢，我哋都好想做到呢樣嘢，一齊努力。好，咁今日多謝你美姐，我哋因為時間又夠啦，好多謝，多謝曬你，傾偈嘅機會，好開心，好多謝各位收睇我哋今日同阿傅月美小姐傾偈，多謝曬，拜拜。